价奢华的 X205 轻巧云端笔电即将在这一次这个盛会中就是开卖。那在开卖之前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让我们可以说出它是一个奢华的产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后面有机台可以体验哦，就一如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系列采用的是时尚简约的设计，一共有四个颜色会推出，每一个颜色如图片上看到，色色都能够让你有时尚的一个体验，奢华的一个感受。而在 11.6 寸的机身下，它的重量只有980克，而整个机身大小也比将 A4 还要来得小，也就是说不论是男女老少都可以轻巧方便的携带它，非常的方便。而在薄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也是媲美现在就是最流行的 Ultrabook， 也只有1.75公分，然后就非常的纤薄好携带，也非常漂亮。而在这样子轻巧机身下，我们非常贴心的做出了就是更大的一个触控板，来让消费者在这样轻薄的机身下更好使用，不论是工作上跟娱乐上更好使用这台机器。而再来呢，它最长可以做到13个小时的一个电池使用时间，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方便，不用再一出门就到处找插座。而这样的机器呢，在它轻薄漂亮的机身下，搭载是 Intel 4核心的一个处理器，也就是说这样轻巧的机身还是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多功需求，非常的棒。而再来呢，它搭载的是 Windows 8.1 的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样作业系统呢，其实跟所有的不论是软体或应用程式的相容性是100%非常的高，也就是消费者买回去开机即可使用，不用担心任何相容性的问题。最棒的是这一台我们也贴心的就是随机附赠市价2190块的 Office 365一年的版本在里面，让消费者不论是在娱乐或者是工作是应用上都轻巧可以轻松可以使用。好，刚刚讲的这样很快的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就是 X205 的一个卖点，轻巧时尚的外形，不到1公斤的设计，然后搭载是四核心多功的处理器，以及最长可达13个小时的电池使用时间，而且随机还附赠一年版的 Office 365让消费者使用，这样子一个奢华的规格。但是呢，我们这是为了回馈给就是大家就是喜爱的华硕的消费者，我们做到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叫6680，也就是说这样奢华的产品不用让你有奢侈的罪恶感就可以取得到它，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价值化的。